哎，掌声，掌声，耶！这来，你走错地方了吧？对啊，这里是我是歌手的这个歌手之家，你不是运动员吗？你怎么跑到这儿了？是啊，我本来就是，那没想到今天这边好像都场地都架好了。对啊，就是，哎，不知道就是为你而来呢，啊、是吗？因为那个克勤哥也非常喜欢打羽毛球，是，对，我很喜欢打，就打不好。然后呢，了解那个关注克勤哥微博的呢，知道我们昨天跟那个春来已经打过一场球了。对、嗯。那今天呢，春来是来为我们所有的歌手竞演加油的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也把他邀到歌手之家来了解一下各个房间的状况。是啊。其实这就是大家的这个房间，这就是我们以前在那个电视中看到的，是的，聊天的我们就在这儿聊天。我还以为是 P 的吗？对啊，我还以为这边就是沙发讲话，然后那边就不是，就是真的有的房间，真的有的。还有这个就特别为今天而设计，好温馨、啊。哎，你看过一张照片，就是我们在房间打麻将没有？啊，没看过是吧？啊、没有。我春节的时候，我们在我们房间打麻将那张照片转得很火，是我相信这一次打羽毛球又会能够对能疯转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现在开始吧，开始。呜就怎么想？哎，你过来，我们两个打他一顿。不，你先开始那个。好了，来。经典有机奶，我是歌手呗。哦，还没开始。听裁判了。羽毛球邀请赛，明星公开赛，现在上场。好了，开球好吗？哦，没办法。来吧。哇！哇！我先打，来，哥，你们在直播吗？哎呀。